小弟名叫夏书郎。我的人家叫做夏书郎。出身少林派，出身向顶派，精通十八般武艺。我到时候看过火线个杀戏呀，南拳北腿样样通，沙等手将龙广华功夫。今天来这里干什么了？今天来这里干什么了？介绍一种药给大家。我们也要会打击，有买有送。五步三，一定是上车，三只加只车，四个中车人车，两只加四车，包你没事，还包你点事。小陈哥子，哎，吴老木，夏书兰，夏书兰，你好过人吗？他把我寻来了，表弟，哇、啊，小弟名叫夏书兰，我一个人叫做夏书兰，出身少林派，出身向顶派，精通十八般武艺。我到时候看过火线个杀戏呀，南拳北腿都样样通，沙等手将龙广华功夫。今天来这里干什么了？今天来这里干什么？介绍一种药给大家。我们也要会打击，有买有送。五步三，一定是上车，三只加只车，四个中车也车，两只加四车，包你没事，还包你点事。小陈哥子，哎，吴老木，夏书兰，夏书兰，你好过人吗？他帮我寻来了，表弟，哇！要讲点什么呀？Yeah.